猛啊，果然不猛啊。过来那么高。哎呀，打一股溜的人没得事了。哎好，我们可嘛都打不过他。我们都跑到表去。这样子来吧，过来过来过来。好的。你别急过哟。十块还是五块？关的。哎我。做一个美蛙鱼头，先把牛蛙炸一下，炸个40秒就可以了。把鱼头煎一下，煎至金黄，倒出来备用。生姜大蒜，剁椒，黄灯笼椒，放两个花椒，把那个剁了，剁开，然后放入牛蛙。把这牛蛙炒入味儿，然后加水，然后把鱼头下进啊，加点白糖，加点盐，小火慢炖，放点青红椒，起锅，
滚，吃完。啊。吃完了没？啊，还好，我就本着抓它。我要吃几个牛丸子。嗯。我牛丸没煮啊，下次给牛丸煮个汤。嗯，来煮一个。他不好，连崩都不好。下来给搞下酒一下。啊。嗯。给牛丸卤熟了。嗯。好久呢？15万人。我这几天都一天买几块钱钱，那质量不错。大哥遇到大哥了，遇到真牛啊！嗯，美蛙鱼头。我今天煎鱼，它竟然没有粘锅。我的天呀！嗯，技术越来越好了。那都红吗？将来风一吹，合适。我人多。我觉得你摔跤，就是你长得太瘦了，风一吹就倒了。我也不瘦啊，我一百十。不过你看起来比我瘦啊，是吧？怎么说也滑。你插在头上面。那牛蛙还在外上呢。嗯。哎，牛蛙，我喊两公，两公叫。我喊有点大。因为我们住那个国家里面，房子有那个松啊，啊，和它吃下去那个，那个汤泡饭蛮好吃。啊。感觉冬天吃到吃很冷了，那点火的吧，还点呢，点了，你看看。